好啦，早晨，欢迎翻到嚟陈皮妹频道。今日11月1日，而家上昼7:03，咁啊，仲有两分钟咧，喺呢度太子明宝石餐厅咧就会有第一只炎帝嘅出现啦。系啦，咁啊，未打之前咧就等下先，未打之前就睇翻我捉咗几只啦，捉咗几多只呢个雷。好，睇睇先啊！上一隻水，哎，呢啲捉曬啦，喺呢度撈啦撈啦撈啦，就好快啦！我撈唔撈一次咧？我究竟好雷公捉咗八隻嘅啫，又唔係冇乜點捉過，基本上係啊，好 hea。咁啊，水軍咧就15隻，係啦，咁啊，雷公就19、8，大概50%到咯。未夠5成，40多啦，係啦，咁啊，希望炎帝會順手啲啦。啊，仲有一分鐘啊，咁啊，講下用咩打好啦。咁啊，呢個炎帝就最主要都係用水同埋土或者石嘅屬性啦，係啦，岩屬性、土屬性、地屬性同埋呢個水屬性。咁你三樣是但用一樣都 OK 噶啦。咁啊，首選就係班吉拉啦，跟住就係滾動岩啦，跟住就係鐵甲西柚啦，然後就係呢個水衣貝。呢幾隻就 OK 噶啦，咁啊準備啦，仲有半分鐘就開始啦。好，應該係7:05，應該係全港差唔多第一隻噶啦，係啦。咁啊紅牆啱曬我紅隊 ，OK。咁啊多兩粒，希望捉到啦，一球入雲。啊，仲有10秒，多唔多人咧？好似有6個到啦，附近6個人，唔知道有幾多飛人喎。因為我今朝 check 嘅時候係藍隊嚟嘅，突然之間變咗紅隊，但係附近又冇乜人，好奇怪。好，準備。好，炎帝第一隻300/6/200對戰入啦。哇！噓一聲7個 ，OK。哎，你俾水軍我，我唔想要水軍喎，大佬，我想要水衣貝喎。好，又就呢7隻啦。好啦，另外有呢個鯉魚龍都 OK 嘅，係啦。好，等一等，咁啊，而家15人啦，噓一聲就。18就嚟滿啦，第一場，第二場就應該會去呢個，萬一唔得就要落尾庫。又或者九龍灣最近呢兩度，希望唔使去啦嚇，即刻搞掂。7:06，神咁早。我而家1:06啊嘛，我即係7:08咯。好多飛人喎，應該附近啊。咁就因為冇乜人嘅，其實呢度附近。好，50多秒，咁啊。話就話12月會多啲第三代小精靈啦，唔知係咪啦，咁就希望會有啦，係啦，仲有提一提大家呢、這個萬聖節活動仲有2日嘅啫，咁啊你要雙倍糖啊嗰啲就要或者係啦，咁就要快少少啦。好，最後28秒，睇下咩色多啲先，藍色6個、7個、8個，應該係藍色多啲啦。紅色咧，紅色都係9個，好似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紅色9個、10個，好咁啊！希望攞夠12粒。好，準備。嚟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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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好大隻！我覺得炎帝係最靚仔嘅樣，係啊，3隻之中，哇！炸一陣就，喂，10字爆擋效果不好，擋唔到。好啦，又10字爆，喂，頂住。
哦，死一隻，到滾動岩出場，擋唔到喎，佢嗰十字爆探命捉得唔好。喂，爆入去啊，大佬！以命搏命啊！好，不如我出先啦，好唔好？搞掂，好快手。哇，冇金果，好彩我儲咗少少。九粒，十二粒，好啦，開始啦，熄咗先，可以跳嘅，唔打住，睇下佢個圈幾快會開翻先，鎖唔鎖到圈先，一，差唔多去嗰下就要掉噶啦。哎呀，快得滯，頂，鎖唔到圈。喂，又係快得滯，唔得喎。我兩個啦，我已經慢少少先。冇急啊，冇急啊。慢啲出手啊，比水軍要慢啲。係啊，比雷公要慢啲。啊，呢下啱啦，要慢啊，差唔多去回嗰下你先好掉。喂，一下搞定，好啦，咁啊唔使打啦。1879啊，咁就check 下啦 ，check 下幾多 IV 啦，咁就係啦。跳叉，所向無敵 ，HP 驚人 ，OK， 1879。check 下呢個 OG 先，1879評價，咩㗎？所向無敵，驚人，體力好似係。82.2 好啦，咁就82.2啦，咁就捉到第一隻鹽帝啦，咁就多謝大家收睇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就記得訂閱啦，俾個 like 啦條片，同埋訂贊好我 Facebook 陳平妹頻道專業。咁我哋下條片翻嚟再見啦。唔知道下條片打咩啦？係呢、這個究竟係鳳凰啊，定係呢個測試版嘅超夢夢啦？咁啊，希望大家都好似我咁一球遊雲啦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